大家好，我是诺诺，欢迎收看《兄妹极限经验生存》第27集。哥，索南还可以吃的吗？啥？你这哪里是吹呀、啊？分明就是吃嘛！啊，可能要换定制皮肤吧。来，你吹给我看看。你像在吃索南一样。是吧？我也觉得。不过我自己吹看上去还挺正常的。你别动啊，我吹一曲把你送走。别闹，你做个鼓，我吹唢呐你打鼓，我们出去看野人跳舞。哎，这个可以，做鼓还是挺简单的。来来来，合奏一曲。等等，我先设置一下，优先合奏曲目一。这有节奏感吗？乐乐，你的头咋了？你的头扎在鼓里面。乐乐啊，你在练铁头功啊？我在刷牙，你在又练铁头功啊？挺好的，都是武林高手。不玩了，我们去找野人吧。这里的不行，他们被篝火卡住了。来，跟我上来。来来来来来。哇塞，难度这么高的？对吧？哎呀妈，我脸都埋进鼓里了。那谁的唢呐不插在自己的脸上呢？这奏个乐像自残一样。我们去看一下猎手呗，家里就有两只。哎，他们也跳得特别好。不是，这啥舞呀、啊？这扭屁股舞、啊。嗨，你管他，好看就完事儿了。还有一只在羊圈里，先把它解救出来。然后两只都放在桃花树下。哎，他们又合体了。你干嘛非得坐在一起呀、啊？哎呀，这个发型太狂野了，换一个。哎，这个好看，来一起跳个舞。哇哦，他们动作都是一致的，这不像个跳舞团。我一口气做了9个鼓槌，主要是想炫几个眼萌宝，但这货实在奇葩，卡野人篝火都卡不住，他不停地追杀我们，还糟蹋我的农作物。要不是想看你跳舞，800回你都不够死的，哼。9个鼓槌才训了1个夜萌宝，我又做了2个，但是到最后我们也只训了2个。神圣树已经被砍得干干净净，那这些樵夫也可以加入舞蹈团了，但总不能让他们拿着斧头跳舞吧，所以需要放进漏斗过滤掉职业。走了走了，舞蹈团成立了，去跳广场舞、啊、空中就有现成的大舞台，先把他们放出来。哎，你这个没净化。哎呀，漏掉了一个，哥哥只好把他带下去净化，但是上来之后摆反了，我放的时候也没注意，这乱糟糟的，强迫症看了还不得发疯啊。要不我们再摆摆，还不整齐吧，试试呗，推一下，好像他们也不怎么乱动。哎，这样呢是不是整齐多了？16个舞者，2个乐师，来来来，18人的舞蹈团给你们表演一段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，我们下集再见。